塞德克巴莱有海角七号的影子。海角七号女主角田中千惠在塞德克巴莱第一次演母亲，变成日本将领的贤惠妻子；机车店老板娘佩珍的老公吴鹏凤变成反抗日本军队的汉人；还有三国张飞的大胡子起义抗敌。代表会主席马如龙变成白发苍苍、叼着烟斗的商人，跟原住民交易。马如龙只有客串，延续面恶心善的戏路。海角帮客串相挺魏德胜。既然他都已经从期待的5000万回收都变成到5亿多了，那表示老天说时间到了，你该做这个的。壹电视李昀辰整理报道。